今天我尝试一下两个频道同时开始这个直播，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网络不行的话，大家可以切换一下。因为两台手机它使用的是两个网络。前两天我聊了一下这个未来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些事儿。那么，哎，你好，你好。那么很多人呢都在谈，中国极有可能要恢复税井。其实这个20年前啊，税总的时候就提出过类似的方案。那么中国历史上呢，它其实一直是有税井的，就有税利的。大体上分两种，一种呢是代天子收，那么有可能是由宦官为主。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日常知道的这种市舶司，是吧？唐朝就有，元朝呢其实也有，但是他当时是管理，并不是收税。明朝我们知道它主要是海禁，那么到清朝它又恢复了。所谓的这个税吏呢，近代以来它跟这个海关其实它分不开，它双方是交扯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太平天国闹起来以后啊，你好你好，太平天国闹起来以后，他这个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那么清政府实行了厘金制，那么一直到1931年才被废除。废除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华民国要求关税自主。那么所以他裁撤了厘金，自己掌握了海关，就谈不到这个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因为赔款导致的由外国官员来管理大清的海关。那么先把赔款交割了以后，那么把剩下来的交给中央政府，这叫什么呢？这叫关鱼，就剩下来的钱。我操，看不清，那个没办法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评论我是确实看不清，因为字太小啊，我这近视的度数好像还不够，是吧？啊，还准备配那个谁呢，配一个新的眼镜再说吧，就临时配的。那么历史上啊，这个因为税井出现过一些笑话，也出现过一些跟中央集权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笑话呢，我们知道最多的是民国时期的四川，就他们因为军阀之间互相打仗，小军阀，最出名的是田颂尧这支部队，他驻防在射洪县的时候，收税收到了1993年，就民国71年，他预征嘛，对吧？四川的军阀呢比较勇猛，我们知道不管是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他这个收税多半呢是一年一征。那么完了以后呢，四川的军阀最多的一年征14回，就一个月不到他就征一回，所以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跟他扯，知道吧？就是不要脸了以后啊，他撕开脸了以后，这东西你真没办法。他手上有枪的时候，你只能交税，是不是？要不你就逃离，是吧？老百姓哪有能力去逃离本乡本土嘛？这不现实啊，对吧？我们经常有一个调侃，就是说这个共军的，是吧？当他拿着这个
榔头的时候，看谁都像钉的。那他手上要抓一个镰刀呢，那他看谁都像韭菜，是吧？我们现在就面临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个城管在打人，动不动这个城管的暴行、施暴的这个图片呀、视频啊，经常被传到网上。那么他们这个群体呢，因为城湖涉足比较多，真正吃这个事业编的并不多。就大多数城管他们的工资不是由国家财政来发放，他是跟他的这个效益啊是有关的。你抢的多了，是吧？你罚的多了，罚没的东西多了，哎，你的工资就高，所以是这么个东西。所以呢，你要想实行这个税警制啊，其实很简单。全国范围内现在可能城管这个系列三五百万是有的，转手就可以变为税警。它其实很简单，以后它在逼着你上税上供，这就合理合法了。税警这个制度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所以中共建政以后，只在50年代初期，那么实行了这个有税警来征税，而且是武装征税。那么公有制、公有化以后啊，公私合营以后，企业都国营了，是吧？它这个东西就没必要存在。那么80、90年代呢，出现过一些新的税种出来了，地方尤其是边远的农村乡镇有一些抗拒，所以在收税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是有警察武装陪护的。所以你要说税警呢，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只是他没有这个正式的名目而已。那么90年代以后，经常会有一些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办案的情况出现，到讲2000年左右呢，基本上它就转交给静安大队了。它设定一个标准线，这个偷税漏税超过多少了，它就把它转移给经侦大队。就税务系统和警察系统，它其实一直是在合作。前几年搞了一个税警联合会议，也是这么个东西。其实他这个工作呢一直在做。中国即便出现了税警，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就专门来收税，他可能呢还要涉及到一些很麻烦的东西。你比如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看到的一个军队叫税警总团，就是孙立人的那支部队，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他打得好不好，而是因为他过于听命于财政部，所以呢蒋介石最后把他裁撤了，把他划到这个正式的军队编制里面，变成了第38师，就是后来的新一军。那么所以呢，中共一直不需要搞这个东西，所以他没有单独的设立过税警。最近呢老有人提，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税警一旦出现，他直接侵犯的就是中小企业甚至个人，他可以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因为你要知道，真正对中国了解的，就熟悉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口炮或者说带路党啊，他说我要带领美军，是吧？哎，占领中国，殖民300年，你别听他的，那没用，那都是路痴，知道吧？他们只能在书房里叼个雪茄，是吧？端杯咖啡在那儿胡天海地的吹，你别听他的。真正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什么呢？是房地产公司的这些打手，就拆迁办的，是城管，是快递员，知道吧？就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什么地方他都会去，所以呢他非常了解底层的民情。
那么中国未来呢，它为什么会出现有这种可能性出现呢？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数字很虚假，就中央领导其实他也知道，知道吧，习近平他们这帮人其实他也知道这个数据是假的。你比如我们今年一月份，2018年1月份看到过一个数据，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去年达到了6.9%，然后完了以后呢，中国的这个 GDP 超过了80万亿，就相当于12亿美元，就是按年初的这个计算。这个数字有人认为它是真实的吗？我相信没有。从上到下，中国人就没拿这个数字当回事儿，基本上就是一笑而过。你别以为共军是傻的，他们也知道这个情况。那么完了，现在的这套官僚系统，它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层级去实行自己的控制。那么怎么办？他想要来钱，是吧？如果说外部社会与他的经济出现了问题，不是他关不关闭的问题，而是他无法再从国际社会中获得他所需要的足够维持他政权运转的美金，那么他就只能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他要把自己的经济搞成一个内循环，就是你在我中国买任何东西，你都得给我硬通货，是吧？美元你拉，是吧？日元英镑我都要啊，你给我港币都成，对吧？但是有一点，你不可能说，你说你海外一华人，你通过人民币内部的交易，我银联卡转个账，完了之后我政府没看着外汇，那么中国内地生产的产品它就离开国境线了，就这种情况它以后呢会杜绝，它会握紧它能看得住的每一个英镑或者是美分，它会很注重这一点。那么内部呢，他会关起国门，大面积的吊打这些有房有车有财产的这帮员外和立场不坚定的官员，把他们这帮人都搞完了以后，那就出问题了，是不是？他没地方来钱，他不能抢啊，是不是？或者说他就是抢，因为他作为执政党他必须要有一个名分，怎么办呢？他就得设立这种税井，而且是一竿子捅到底，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底层的老百姓相当相当熟悉。说白了一句话，他就是来自于民间的。那么我们知道了，从大的国家政策的制定来看，什么房产税啊、遗产税啊，这些东西它是可以通过数据来控制的。那么社会基层的每一个细胞它是存在变量的，那怎么办呢？它就必须得用人去直接掌控，说白了就是武装收税，查账没有拿枪顶着你脑门的来得快，知道吧？所以税井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迟迟没有出台，也是这个因素。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税务机关，它是一个行政机关，它是吃财政饭。那么你如果说给它配了枪，它就变成一个暴力机关，那暴力机关呢自己又能搞到钱，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会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所以中央政府它也一直在反复，从20年前提出过这个设立税井，一直到实际经济过程中在运行的这些事儿，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它是榨干每一个平民的最后一道手段，我觉得极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很快2-3年的事儿。中国现在的问题我们不要谈10年以后，是吧？20年以后，还是中共能不能统治100年，那东西不用谈，你现在就谈马上要遇到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极有可能就会遇到很多这些
对底层非常了解的这些人，啊，你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特长，但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连爹娘老子都会卖的。你说你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发了一个政策，是吧？你虚开票或者不开票，那么你举报了以后，你会获得奖励，就分成。你放心，中国大把的人去干这种事儿，去检举。这个事儿来钱快呀，是不是？仇富的心理在中国一直有，但是呢，政府现在没给他什么机会。你到了设立税警了，设立了有奖的举报机制了，到那个时候，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会被这个政府严密的控制起来，因为他要的控制的是经济。你说他给你洗脑，洗脑那个东西是附带的，知道吧？你就没有现在这个变化，他也在不停的给你洗脑。关键在哪儿呢？洗脑这个东西它不产生钱啊，是不是？如果说，那么他能通过你，通过底层的一些互相之间的检举，政府能获得更加庞大的这个税收，来供养他们，来继续维护这个政权的稳定。那么很多政策它就会应运而生。公安呢有一段时间不允许介入这个经济案件，但是经侦大队呢，它又是专办这个经济案件。前段时间前几年有发文说，公检法不要涉足到这个三角债，不要涉足到要账，有事儿通过正常的法律解决。那么实际我们看到了，地方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相当大的偏差。那么很多税呢，它在征收的过程中其实被地方截留了。那么既然你要搞截留，它不如干干脆脆的设立一个税警，那么通过他们自己慢慢的琢磨，把有一些税多收一点，能够多榨的多榨干一点，完了之后呢，中央和地方更能分润。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设立税警制，极有可能把城管直接收编了，因为他们现在是遮着半边脸坐着收税的工作。你别以为他们是在搞城市管理，其实他们就是在收钱。那么完了以后，如果说纳入一个正式的编制，那么他就名正言顺的实行抢劫了，你还真拿他没辙。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大家都很了解，他自己本身也是来自于底层，你没有可以瞒得过他的地方。他只要舍却了良心，他就可以换到钱，换到更多的钱。你靠什么来约束他呢？靠道德？靠修养？没有。很多这些底层的城管，或者说编外的这些所谓的临时工，他本来就是两劳释放人员，他就是社会上的这些无业游民，他能混到一饭辙就很不容易了，他不会跟你谈这些东西，他是真正的多劳多得。所以呢，税警制一旦出现在中国社会中，可能会惹得一地鸡毛，鸡飞狗跳。当然了，我这只是一个猜测啊，我希望我的猜测是错的，就最近我谈的东西有可能是大家不爱听的啊，但是没办法，这就这么回事儿。我这个人嘴快，我并不能代表政府未来的方向，我们只是猜。我觉得猜总不犯法吧，对不对？我们可以往坏处猜，没关系。他要是不出现这些现象，对我们不是更有利吗？是不是？
那如果说就即便啊，他出了最坏的这个措施，我们提前琢磨一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坏处。好了，朋友们，再见。啊，今天第一次用两个频道同时在试这个直播，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哎，好，再见。